Hello， 大家好，我是猫马。各位应该有看到我前几天先 po 了一张图片在我的社群。那这边呢，也终于开启一个社群功能了。可以跟大家做一个互动。等了有点一段时间啦，好不好，各位？好，那重点呢？10月14号那一天我们有来去抽一番赏。那我们先抽了10抽。然后呢，其实没有抽到我想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会再去抽一次，然后我们再看看说这些抽出来的一些奖品，我们要不要做一些抽奖的动作，好不好？那记得看到最后，好不好？好，那我们先去见一下我们的朋友哦，各位，拜拜。好啦，那我们就准备过去抽一番手啦。然后刚好好像感觉这一阵子有活动啊，各位看一下。稍微讲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店家，你该进去的时候你还是要刷 QR code， 好不好，各位？所以，实名制还是很重要啦。那我这边，我就放一下大概十几秒的我自己写的 APP 的实名制哦，好，一键就全部搞定了哦。那只有安卓啦 ，iPhone 很方便，不需要。所以我就自己写一个，讲一下，好不好，各位？好，等一下进去我们也要扫一下哦。先放桌上。好紧张哦。好紧张哦。有钱就任性啊！不是，这段放上去，然后那个我爸妈看到说有钱就任性是吗？又乱花，来一张，要不要帮我抽背票？没关系啊 ，OK。没关系，我有关机。你要抽什么？来啊，再看一下。抽什么？来喽，第一张哦。我手在抖，但我工作都没那么紧张。F 的小收纳盒，可以的，多的都拿去抽奖送出去。你又拿反，又拿反了。披萨，是哟、哦。哇哇，披萨，可爱。又拿反吗？没有，就这样子。来喽。H。H 可以、啊、小吊饰，G 是小毛巾，还差什么 ？A B C D E F G H E 啊，来个 E 好了 ，A C D E 哦 ，C D E H 也是吊饰，你要开还我开，给你开好了，给你开好了，哇，没有、开心就好。从这里是吧？对，新手吗？刚刚有新手运吧？新手，我也是，我算新手吗？上次有抽过了吧？那你就没有，你就用掉了。对 C 赏有兴趣了，看来 C 赏只能明天还有后天再来了。B 又是 B， 又是 B， 把 B 两个拿走，剩一个 B 了，剩下一个 B 了，太扯了。H 最后一张，哇，刺激了，搓。哇，这个眯一下，救命哦！不要逼好不好？不会是 C 了，还是 A？ 哇，这个 F， 这个不太对。QQ。哇，选起来，一。哎，你会走这下面吗？没有啊，这个。二、三、四、五，5块，然后换我了。我想选下面的。上面没有。三号，就这样，3、4。五，确定10张哦，点一下。妈咪，
干嘛？拖一点就对了。你看你认真有那个编号。七六一二。七六一二。好了，他要去趟。乐高的钢铁侠编号。七六一二。啊，还一抽，谁先开？我先，你先开。来来来，看一下，来，紧张刺激来喽。伊莎，我干，杯子，杯子，哎，不错哎。G 可以可以，吊饰 G 是抹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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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跑过来。F。可以啊 ，E F G， 他 A B C， D， 看我的时间抽一次抽齐 ，E F G H， 哦是，哦真的是要抽齐，感觉是感觉是，来来来来，自己哦，哦，哎哎哎。水啦哎、欸、哦我们差 D, 海底捞 BCD 好海底捞运 BCD 拜拜啦这一套拜拜这一套真耶、yeah, 我们要跟他你看饮料我放旁边好了啊怕撞到怕撞到 A E G 哎、欸、我有一个那个小话对对对C, 真的抽到 C， 对呀、啊。要干嘛啦？我们差 B 跟 D 对不对？这一次，对。来个 B 跟 D， 不要 B 了。等一下。然后他是去玩什么？你去玩什么？啊 ，F。好、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他有啊，他跟我。掉钱啊，他有投钱啊，你有投钱吗？你投了，他没有掉卡夹。你没有掉卡夹。卡夹在。掉什么 ？G。两星的。这一个。再来一个 C 或 D 好了。哎、欸，你反你吃反了。我、哦、吃反了，吃反吃反了，太紧太紧张了，各位。三个，你的卡片呢 ？F F。为什么放那边？这一次的结果。哦，放雅婷那里哦，放雅婷那里好。好 ，OK 啊，我觉得。去把蒙娜起来啦。好啦，各位，好、哦，我们的一番赏这一次抽就抽到这个结果啦。各位可以看到我提早发的一个动态。哦、就是二十抽抽到这些东西、哦、有 A 有 B、哦、有 C、哦、我最想要的是 C 赏那 B 赏呢就感谢来帮我拍摄的人、哦、我就来送给他了、哦、因为他陪我来拍两次了就送给他然后我们要来抽奖我们抽什么来这边不是有所谓的 H 赏、哦、H 赏加 F 赏，好，那个镜头的关系，一组我们抽五个名额。那 F 赏我会按照抽签的顺序，优先抽到的可以先挑颜色，所以我也会把颜色打在下方资讯栏。这边五个名额，我说要抽几个？我说要抽六个，对吧？各位，应该没人比我还狂，大部分都是抽 F 啊、H 啊这一系列的，对吧？各位。大部分，我跟你说，来，来，按，不是拍卖，拍谁 ？A 赏，哥抽出去 ，A 赏，抽 A 赏，我不知道这支实际上价钱多少啦，但是我就抽这一支，这一支我们先抽五个名额，五个名额抽完之后，我们来抽这一支，好不好？哦，大奖 A 赏，有人抽过 A 赏吗？下方影片留言告诉我，应该，我不知道。第一次拍一番赏、哦、之后有没有机会还会再拍一番赏、欸、如果是宝可梦系列的有机会可是这边基本上是半年多以上才可能出现一次有宝可梦的所以一番赏会抽比较少好不好各位那重点来了抽奖资格看一下正前方的画面订阅、哦、不用讲留言留什么紧致加狂然后加上你对我想说的话，哦、空白、紧狂，然后就空格，然后或是你要 enter 下一栏对我想说的话，就这么简单，好不好？那什么时候抽呢？我看一下时间日期，等我一下。
好，时间我们就定在万圣节的那个前后一两天。好，开台直播一定是 YouTube 开台直播，所以一定不会所谓黑箱，我们要码30号抽，要码31号抽，好不好？各位看一下我工作的时间去做一个配合，好，我们就再公布在我的粉丝专页或是我的 YouTube 社群，我会公告一下说确定哪一个时间有空，我们就大概那个时间，反正不是30号就是31号啦，好不好？好，各位，那喜欢按下喜欢，按下赞，按下订阅，分享出去，抽奖赶快分出去吧，各位 A 闪应该没人敢抽，我们下次见，拜。